我觉得最难忘的应该是，就是我跟我的另一半在主仪台，在主仪式台上面。你的另一半？对。还不好意思说。对，然后就是在主仪式台上相互说着誓言，因为这也是彼此第一次把之前没有说过一些话，第一次面对面的说出来，然后有点互诉衷肠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瞬间特别感动，而且我觉得誓言是一辈子。平时不好意思说。对，平时不好意思说。因为我股东有求，我说一次。